提醒各位，今天是最后的机会，索尼 PS 会员75折，6月12号结束。今天是个礼拜一，估计很多同学在上班，没有机会打开 PS5。其实通过网页、电脑或者手机也是可以购买的。或者有的同学的 PS5 还在路上，又不想错过这波会员打折的机会，都可以通过手机或者电脑访问索尼 PS 的官网，先注册再购买会员。下面简单说一下，首先在浏览器里面输入 playstation.com， 输入之后大概率会进入国行的国服的官网，然后通过页面的最下方，这有一个中国大陆简体中文，切换在亚洲和大洋洲，这有一个香港简体中文，这样就来到了港服的 PS 官网，然后通过右上角的登录，登录之后左下角还有一个广告，今天能看到，估计明天就没了，点击了解更多就来到了会员折扣页面，然后往下拉，在这个位置，比如进入这个升级会员，打了一个75折，右侧可以再次购买，我已经买了一年的二档会员，还可以再继续购买，打75折的价格是386.25港币。内容说完，希望能帮到你。